好，来，那接下来是第十六到第二十题哈。他说 ，to the anxiety， anxiety 这个单字的意思哈，就是焦虑啊，这是焦虑啊，那就是很担心的哈。谁很担心呢？台湾政府非常的担心啊。Taiwanese government， the number of senior citizens， number 是数量 ，senior 就是老 ，citizen 啊就是居民。Citizen， 你就看那个 city 就知道它是居民、民众的意思哈，就是老人哈。Defined as， 就是定义为定义啊，谁被定义为老人的意思啦哈。Defined as aged 65 and over， 就是超过65岁以上就会被叫老人。那一个逗点，一个空格 ，to nearly 11% of Taiwan's total population。Nearly 就是几乎要11%了。台湾的 total 全部 population 就是人口，意思就是说它快要超过台湾11%的人口了哈。那这一题哈，你看一下第16题 ，sore 啊，这个就是一般的现在式动词 ，sorry 这个加 ing， 注意哈，加上 ing 就不是动词了 ，sore 的啊，这个字是过去式。Has sore 这个字是完成式。那我们先来决定一下第16格这一格要选什么呢？我们首先先看 to the anxiety of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啊，对于台湾政府来说，这边一句嘛对不对 ？The number of senior citizens 这个字是主词哦。好，这个字我圈起来，这个字是主词概念哈。那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两个逗点？这两个逗点表示它是形容词，在形容前面的主词，好，这样可以啊。所以意思是说老人的数量 ，OK， 这样子 OK 哈，这个就是主词。那第16格我们这里需要填的是一个动词概念，好，了解哈。那你仔细看主词哈，这个是主词，请问各位这个是单数还是复数呢？你有看到 number of 各位记得哈，介系词开始的都是在做补充说明，所以真正的主词是 number， 后面又在补充说明，懂哈？这个介系都是干扰因素，你把它删掉。所以这句你如果整句这样删形容词啊，你就删掉形容词，根本来说就是这样子啊 ，the number 数量怎么了哈？所以这边我们要选的是动词概念哈，那就剩下动词 A、C。跟猪要选，那接下来选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一句并没有时间概念，你没有看到任何的时间，对不对？没有时间要选的就是完成式，所以第16题答案填的是猪，好，已经 soared 啊，这个字是成长的意思，各位这样主词动词会比较抓的啦，也要练哦，就是已经成长了要11%了。Except for 啊，这个字中文就是 except 这个字就是除了什么呢？除了有一些 outlying island 就是除了外岛之外，好，意思就是外岛你不要算哈，这边一句对不对？后面的开始通通都是，前面的这个不是，后面的全部都中标，什么东西中标哈？我们来看一下，除了外岛没有而已嘛哈，对不对 ？Agriculture 就是农业。好，农业的那第17题答案要填的是那个 B 选项，based 就是以点点点为主，农业为主的 counties 这个单字就是县，农业为主的县哦，这样了解像是嘉义啦、云林啦、南投啦 ，OK， 那怎么样Have the拥有最高 by percentage 是比例最高比例的老人，然后第18题然而第18个然而一个空格，那个台北是一个 metropolis 这个单字是大都会，台北是大都会 ，it is also 它也经历了，所以就是说，虽然台北是大都会，那18题我们要找个虽然although 跟 despite 这两个单词中文翻译都是虽然，那 even if 是然而，even if 是甚至啊 ，sorry， 等我一下。好，那 even if 不是甚至 ，sorry， 即使啊，不好意思一直在讲错即使。As if 中文翻译是仿佛，
哦，这样子了解哈，仿佛哈，即使仿佛，那所以 C 跟 D 都删掉，那剩下 A 跟 B，那 A 跟 B 各位知道哦，A 跟 B 都是虽然哈，可是 despite 这个字是介系词，各位不要忘了哈，despite 哈，despite 中文翻译虽然，但是介系词，所以第十七、八题答案填的是 A，为什么哈？Although 这个字是连接词，连接词要连接 type 主词、意思动词，这样子了解吗？连接一个句子，好，所以虽然台湾是大都会，这个。台北哈，台北啊，台北虽然台北是大都会，台北也 experiencing 啊，它也经历了 arise 啊，arise 就是提高，什么东西提高了？in 介系词开始补充说明哈，在老人的人口数也开始提高，好，蛮严重的了哈。那第十九题哈，第十九题我们来看一下，十九题哈要填的答案哈是 C。好，他的意思哈，就是 with young people moving out 哈，就是他这个表示一个补充状态哈，with young people 就是年轻人哈移动到外面去，因为更高的生活费 living cost 就是生活费。OK，那这句句子相当的长哈，各位你就是知道这边有个连接词，对不对？连接词连接一个句子，这是第一句。然后，it is also experiencing a rising senior population with young people moving out because of higher living costs。这个是第二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哈，各位你仔细看，第二句的主词跟动词根本来说在这边就结束了。那后面这里从 with 开始到这一句。指的是一个补充说明哈，那各位不要忘记，with 指的是附带条件。哦，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哈，就是老人成长了，哎，因为哈，你就是附带条件，你可以把它写成因为年轻人一直在搬离哈，就是年轻人一直在往外移动，因为太高的一个生活费。OK，好，了解。所以 at the time of writing 啊，就是在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呢。大约12.7%的台北人，resident 啊，resident 跟 citizen 一样，都是居民的意思啊，已经超过65岁了。The growing number of seniors 啊，这个不断成长的老年人的一个数量，一个空格。The government to look after their welfare，look after 就是照顾。必须要照顾他们的 welfare 就是福利，要照顾他们的福利了哈。好嘞，那边哈，各位这边要填的是什么哈？各位记得哈，of senior，记得这边有个介系词，介系词都是在不做补充，我们把它删掉，删掉之后，真正的主词跑出来，各位这个是单数概念，所以后面当然要填的就是单数动词。B 删掉了哈，D 也删掉，剩下 A 跟 C，所以一个是 has pushed 的，另外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那成长的数量当然都会迫使政府哈，push 就是逼迫，迫使政府要填主动概念，所以答案填的是 A 选项。好，16到20题是 D B A C A 哈，D B A C A，好，这个第16到第20题。好，那接下来是第21题到第25题哈，他说这个英国的政府哈，has decided，好，就是已经怎么样呢？哈，哦，啊，等我一下哈，已经决定，wipe out 啊，这个单词啊，就是消除的意思，已经决定要消除 nationwide 啊，nationwide 啊，全国的 obesity 啊，obesity 就是肥胖。决定要消除全国的肥胖的问题，哈，through 透过一个 novel 啊，novel 这个单字在这里非常的特别哈，这边不是小说哦，哈，它是新的，透过一个新的策略，好，那什么新的策略呢？哦，就是借由哈，by offering 就是提供，借由提供胖的人 cash price，cash 就是现金。啊，prizes 就是奖励哈，就是提供那个肥胖的人现金奖励。The project 啊，这个就是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哈，is intended for 啊，is intended 就是意图啦，意图啊。那 is intended for 中文就是你就这样希望了哈，你可以把它解成希望啊。所以这个计划是希望要啊，for the major 就是主要。
主要的问题啊、the project is intended for the 啊，就是希望这个主要的问题哈，就是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个肥胖的问题哈。Stop 就是阻止，不要再上升了啊，肥胖的问题不要再上升了。Employers 就是老板啊，陶给 employers OK 啊，老板哈将会 hold 哦 ，hold 这个单字就是举办，老板将会举办 competition 就是比赛。这样 OK 哈，老板将会举办比赛呢。那这个比赛是 with 啊，记得介系词出现了哈，就是有 financial 啊，就是经济的，就是一钱呐、啊、哈。要简单的讲哈，钱的有钱的 incentive 啊，来这个单词我们念一次，来 incentive 啊，这个单词就是诱因呐、啊。哦，就是我这样做，我希望我吸引你能够过来哈，有经济的诱因，像是。金钱或者是 voucher 这个叫做兑换券哦，对这个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写错哦，兑换券哦，就是拿那个券可以去领取什么东西哈、哦。那第二十一题哈、哦，第二十一题，那、答案填的是哎，不过我们稍等一下，好，所以就说有钱跟兑换券 ，OK， 那这个好，那这个我们二十一题先空过去哈、哦，就是说to people 给谁哈？哦Who、就是这些人、哦、replace 是取代、把、junk food 就是说 junk food 不要了、哦啊、这个要的、哦、就是、就是垃圾食物不要了、好、他改用健康的 diet、哦、就把它理解成饮食、哦、健康的饮食。那我们21题我们来看一下、哦、in between、哦、in between 在点点点中，那当然不对了、哦、就是说提供钱跟那个兑换券 on purpose 这个单字是故意也不对。Among others 就是还有，还有其他的 at random 就是随机，了解就是比如说听歌曲那个曲目随机产生，所以第二十一题答案填的是 C， 就是还有，就是 among others， 就是老板还会有提供钱跟兑换券给谁？给人取代垃圾食物的人，了解就是说他多提供，老板多提供了钱跟就是。那个 voucher 啊、哦，就是额外给的啦。那哎，那这样对瘦子来说就很不公平了，对不对？来 ，to achieve 啊，为了要达到这个 end 就是目的啊 ，end 就是结束，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啊，哈、哦。People will have to 啊、哦，人们将会要去干嘛呢 ？compete 这个单字啊、哦，就是比赛。Will have to compete 啊 ，to 啊一个空格 themselves of the maximum。Maximum 就是最大、maximum 就是最大、amount 就是数量 ，power 就是身上的那个 power 就是重量的意思 ，OK，、所以那当然就是身上的那个重量、就要把它拿掉，消除的意思 ，OK。那22题的答案、填的是 A、为什么？因为 rid 这个单字它本身的意思就是摆脱，摆脱。那 ease 哈、就是放轻松、就是舒适、就是 ease、就是反正就是放轻松 ，easy 就是简单嘛，对不对 ？cure 就是治疗 ，dispose 这个单字、是处理、所以当然就是指的就是摆脱身上最大的重量、所以22题、答案填的是 A。好，来接下来继续往底下看、the announcement， 这个 announcement 就是这个公告。这项公告、came in the way、came 就是、念错字了、comes 就是来，那、这个 in the wake of、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尾随的意思，尾随在什么之后、尾随在这个新闻之后，那这个新闻是什么样的新闻呢？ most of the、这个新闻就是关于大多数的 population 是人口，大多数的人口在哪里？在英国，大多数的人口、将会变 obese， 就是胖、就是有肥胖症，到2050年、现在2019年、那也蛮快的，在三十几年过后、都会变胖。那第23题一个空格、urgent action， urgent、这个单字就是紧急的。紧急的 action 就是行动，紧急的行动。那 taken 这个单字就是有采取的意思、就是除非、就是紧急的行动采取。我答案讲出来、就是说
这个新闻就说哈，2050年哈，这个全英国的人口哈，大多数英国的人口都会变得很胖，除非紧急的行动立刻采取。OK， 好，所以23题要写除非了哈，答案填的就是 unless 就是除非的意思 ，until 就是直到。这个 provided 哈 ，provided 就是有如果的意思哦哈 ，provided 哈，这比较特别一点啊 ，since 是自从啊，所以答案23题啊，答案填的是选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底下看哈，根据 minister 啊，这个就是官员哈，根据官员啊给人们 incentive 就是那个诱因啊，诱惑。根据官员的说法，哈，给人们诱因，哈，去减肥将会帮助 avoid 是避免更大的一个花费。哦，了解哈，那后面开始了哈，来，我这边我切换画面哈，那页面我放大一下。这个你看哦，这个 coat 这个字是名词，对不对？associate 这边 PP 哦，所以这个跑出来了，什么东西跑出来了哈？形容词跑出来了，那形容词一路圈要圈到动词的前面，可是各位您往后看看不到动词，所以全部后面全部都是形容词。好，所以更大的花费，那 associate with 啊，那这个什么意思啊？associate 这个就是跟点点点有关。OK 啊，这样看得懂了哈，所以这个花费是跟什么有关的花费呢？啊，这样了解了哈，后面都是形容词，跟什么有关？treat 就是治疗。哎，治疗癌症的花费，心脏病的花费，还有 diabetes 就是那个糖尿病的花费。那这个糖尿病，各位懂哈？这个 cause 的，你看哦，名词又出现了，形容词又来了哦，所以这边又有一个形容词，形容词形容的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是由什么产生的？由肥胖产生的糖尿病。哦，了解哈，哇，这个，所以这个句子不好理解。那各位其实你会发现不好理解的原因，都是因为形容词在作怪。哦，了解哈，这个就是跟中文有很大的不一样啊哈。The plan 这个计划要去干嘛呢？第24题哈，这个是要考一个片语哈，答案要填的是 C 的选项，Not so much。OK，那这个要一起记哈，要往后找找这个 Not so much，就是与其说。好，那这个 S 就是还不如，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哈，这个计划与其说它是一个 bonus 是奖励，reward 是回馈，就反正就是奖励的意思啦，给民众的奖励，还不如说是一个，所以各位知道哈，这个其实是不对，好，这个才是正确的啊，所以还不如说是一个 precaution，pre 是之前，caution 是小心啊，所以 precaution 就是预防措施。哦，还不如说是一个预防措施。那这个预防措施是要对抗 visible 可见的哈，可以遇到的可见的全国的 burden 负担哈，国家的一个负担啊，懂哈？因为越来越多人要做这种重大的治疗，当然你的医疗费用哈就会越高，是相当聪明的一个做法哈。The UK 啊，这个英国政府投资的哦，投资那么多钱哈。Over 啊，这个在过去，over 是过去的哈，在过去3年内啊，去鼓励 individual 啊，就是个人，就鼓励民众，然后鼓励个人要去减肥，并且要干嘛呢？一个空格，that weight lost 是失去，weight 是重量哦。那这个 contain 这个单字是包含，那 retain 这个字是。好，retain 这个字哈是保留，然后 sustain 就是维持，啊 sustain，然后 obtain 就是取得，OK，啊，那所以就是说保留，意思就是说你瘦下来之后，你要保留那个减低的重量，你不要，不，维持了，讲错了，哦，你要维持那个消失的重量，你不要再变胖，好，所以第25题哈，答案填的是 C。哦，那答案填 C 啊哈，那吃更多健康的哦，或者哈，to be consistently 哈，这个单字叫做持续，持续哈，有更多的什么呢哈，more physically 哈，就是身体的
active 就是积极哈，身体的积极，一直要保持活力的意思。OK，好，OK，来，我们来看一下第26到第30题哈。For all its glorious architecture，glorious 就是荣耀的哈，就是很棒的荣耀的 architecture 就是建筑物啊。对于那些所有荣耀的，就是很棒很棒的那个建筑物哈，那这个。Fabulous 啊，fabulous 啊，就是那个建筑宏伟的意思啊，就是 good 啊，就是很棒的意思的啊。Museum 啊，就是宏伟的建筑，就是很棒的建筑啦，很棒的博物馆啦。还有 exquisite 啊，exquisite 这个单词不太好念啊，exquisite 这个单词就是精美。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建筑物很棒，二博物馆很棒，三食物也很棒啊。到底在哪里啊？重点出现了，法国最近哈有 having difficulties 啊，最近啊遭遇到困难。好，那各位遭遇到困难，各位 having difficulty 后面要立马加 ing，所以我们要找 ing 啊，所以答案填的是猪啊。第26题 securing secure 啊，各位知道它是有安全 security，各位知道有安全的意思。好，那这个单字哈，secure 这个单字，它有保住，意思就是说让它地位保持安全。各位你可以了解哈，就是保住，保住什么呢？好，那第26题我们继续往后看啊，保住它的position 就是地位，保住它的地位哈，S 是当做世界顶级的游客的 destination 目的。哦，意思是说，最近法国哈，好像要保住它第一名的游客最爱去的地方，好像有点困难了。一个最近的 recent 最近的研究指出，怎么呢？外国客 rank 就是给排名了哈，给点点点排名，给法国的文化吸引 attraction 是吸引，给法国的文化吸引以及食物的排名哈。As its top 啊，top 就是还是顶级的第一名。Strength 这个单词是强项，意思在文化吸引上哈，以及食物上哈，第一名。那接下来第27题哈，第27题答案要填的是什么？我们等一下继续去看到 amaze 啊，就是令人惊讶的事啊，所以这个要填的是 what？令人惊讶的事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国家的 hospitality 哈，hospitality 就是好客啊，不是绿巨人好客了哈，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好客的程度呢，竟然得到最后一名哦，那个很可怕啦哈，就是文化很棒，食物很棒，可是就是那种就是人的那个好客程度哈，竟然是最后一名。那第28题哈，答案要填的是这个很简单哈，A。Compare to 就是跟谁比，然后跟意大利跟西班牙比，这个国家的跟意大利跟西班牙比，那指的这个国家指的是法国，法国这个国家哈，lack of 就是缺乏，这个国家缺乏耐心的服务生，并且也缺乏了耐心的这个计程车驾驶哦，让怎么样呢？哈，makes。哦，各位，这个要填的哈，这个看到 to 啊，表示这个是一个虚的一个概念。哦，那所以这个是真，这个是虚构格了哈。哎，哦，圈过头了，圈到这边，真正的要放在这里啊。所以 make it uneasy 啊，让这件事情不容易啊，懂哈？让这件事情不容易，什么事？这件事在这里，什么事情让？To be seen as hospitable among its peers，哦，就是因为他缺乏了耐心的服务生，还有计程车驾驶，哦，就不容易了啊。什么事情不容易？被看作是好客的啊，among its peer 就是同伴。那他的同伴是谁？哦，就是意大利跟西班牙。哦，了解，就是他的同伴国家。哦，跟同伴国家比起来，法国缺乏了。耐心的游客，哎，讲错，缺乏耐心的服务生这件事情，就让他很难说他是很好客的一个国家。哦，了解这句话看得懂了哈。那根据 according to，根据这个研究，which also note 也是指出了什么呢？One in four 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旅馆哦，is in a state of 就是处于。点点点的状态哦，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Disrepair，repair 是修理，dis 就是没有修理，就是
没有修缮的一个状态。OK， 那 tourism 啊，这个就是观光局 has brought together 啊，就是召集，把谁召集在一起？旅馆、餐厅的经理，那个 airport 就是机场，还有火车的 authority 就是局，然后火车当局啊，火车管理局当局啊 ，as well as 还有谁？计程车以及 custom 就是海关的 official 官员，然后意思就是说，哎呦，我们怎么现在好客程度是最后一名啊？我们是不是太就是太瞧不起不是啊，太大为了这样子啊 ？To try to improve 就是改善，试着要去改善服务啊，对于外国观光客的服务。OK， 那这个就是26到30题。